好啦，现在我们到了。我觉得今天呢，家里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。我相信呢，我们的天线宝宝应该不会害怕了。好啦，你们会过来了，但是要一定要小声一点哦。阿婆婆，阿欧拉拉，阿欧 Lipsy， 阿欧 Tinky Winky。好了，你们现在得要稍微等一下，但是要非常的小心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我爸爸妈妈在不在家。哦，雷娜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很担心你。怎么啦？干嘛担心我？我们听说啦，在我们城市当中有外星人。外星人？没有啦，你们肯定听错了，都说错了，没有外星人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太好了，你们终于安全回来了。妈妈，我请了一些朋友到我们家里来玩，但是呢，我本来应该是要跟你说一声的，但是我忘了给你打电话了，然后时间有一点紧，所以我就直接把我的朋友请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你们朋友进来吧，外面太恐怖了。然后这是我的朋友铺，啊哦铺，然后这是拉拉，啊哦拉拉，然后这个小绿色的呢，是我们的 Dipsy。啊哦 Dipsy， 然后我们最漂亮的呢是我们的 Tinky Winky， 啊哦 Tinky Winky， 我们现在要上不去玩咯。你觉得雷娜的朋友是不是有些奇怪？我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感觉，但是我说不出来是为什么。我觉得他的名字是有些奇怪吗？我觉得他是不是说话有点点奇怪？好奇怪啊，还是我们想多了呢？但是他们这几个朋友还是挺友善的，挺温和的。啊哦啊哦啦啦，啊哦噗，啊哦 Dipsy， 啊哦 Tinky Winky。克里斯，你觉得他们说话是不是有点烦，或者有点怪？你看他们老是说啊哦啊哦。我觉得我再听下去的话，我也只会说啊哦了，要不然我也只会说啊哦这里，啊哦那里，啊哦克里斯。克里斯，你爸爸妈妈来了，他是要接你回家，你要不要跟你爸爸妈妈一起回家呢？好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，克里斯。爸爸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能不能跟我一起睡觉呢？现在挺晚的了，然后他爸爸妈妈还没有过来接他们。雷娜，不是我说，这是四个人跟你一起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还有点挤呢。你真的要决定这么做吗？要不然你就问一下你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怎么啦？妈妈，我可不可以让我的朋友在这里一起睡觉呢？他们没有爸爸妈妈来接吗？我觉得他们几个应该是爸爸妈妈今天晚上不过来接了，他们应该是出去有事儿了，他们可不可以在我们家睡觉？但是我觉得我们家里有点小，其实我们家里还有别的房间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可以让你的小朋友到别的房间去睡觉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在我们家过夜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的房间比较小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在别的房间一起睡觉。本来呢是客房的，但是你们都是我的客人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直接来找我。哦，不要抱我，不要抱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们喜欢我，嘿嘿，谢谢，谢谢，让我出来，让我出来。啊哦，好漂亮！啊哦，啊哦。嘘，你知道，我们不能用人类的语言说话。那么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吧，没准明天我们还可以到处去逛逛呢。非常感谢他，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朋友呢，好喜欢他呀。